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官员啊，程序刚才的问题，我想提出几个意见了。第一个啊，金管会没有错，在法律上是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啊。那么在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啊，在个案处理啊，那是不受这个不受外界的影响啊。但是问题是说，在个案处理，因为你有准司法的权利啊，但是你在个案处理当中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干预，立法院不能干预你的个案处理，这个因为你是独立行使职权机关，好，但是你对类似案件的处理的政策原则，好，这个我想我们立法院是可以问的，好，所以刚才如果说委员问到你说有没有在特定的地点在什么地方约询的话，好，那你要说出来你为什么不能够告知，不能告知跟对个案的影响在哪里，你要说明。好，如果说对个案是没有影响，而是它是一个通案的问题，比如说金管会约询就应该在金管会的机构所在地的话，那这个应该是一个通案的原则的话，那你就要说明，好，是不是在金管会的这个机构所在地。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可能龚主委啊，我今天不执行，我只是告诉你啊，可能你要做一个厘清，而且很清楚的厘清，好，这是立法院行使对独立机关的监督权的范围的厘定，哈，那么是不是我想请董主委先把这些东西都厘清好了以后，再来跟我们财政委员会啊做一个协商，哈，看看就是说我们立法机关对独立机关的行使职权，尤其是在个案的部分啊，可以到什么程度，我们来做一个通案的处理，好不好？那个蔡主委，时间先暂停哈，这个等一下时间扣掉，本席在这边呢，必须啊有这义务把。